伯伦讲评幽默，获得歌手蒙面唱将金曲高等节目制作单位的青睐，成为固定评审，年收入破亿。曾经是神话一哥的萧敬腾在节目担任评审，还亲自下场教选手如何唱出自己风格，一年导师价2亿元。号称行走 CD 的林俊杰同样担任歌唱导师，价格也来到2.25亿台币。而空灵歌手 Hebe 也有1.68亿元的价码。不止导师价高，大陆节目邀请大咖歌手参赛也是砸重金。歌手节目天后阿妹助阵，震撼现场歌迷。明明媒体报道节目要找阿妹来参加新一季的节目，以档期不配合为由，阿妹确定不参加，但节目组却开出价格，一季4200万元人民币，相当于台币2亿元。以上班族一个月22K 薪水来算，必须不吃不喝赚757年。除了阿妹外，确定参赛的张韶涵价格也是相当高。孤独的街在眼里以一集价格690万台币，节目预计录制14集，换算下来进账也将近1亿元，只能说大陆节目制作砸重金腰。